好，来，好，谢谢，谢谢。好，那各党团都到了哦。这个跟各党团报告一下哦，我们是不是案子哦，就不要再送了哦？因为昨天晚上又接了100多个案子，那这样会一直审不完呐、啊，哈、哦，好不好？好，我们就啊，没有，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以前协商是说截止收案之后，如果有个案几件，那就收，但是没有100多件这样子了啊，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好了，我们这个就解这一次哦。哦，我们就不要再收案了。本来是几案呐、啊，那阵的协商是讲零星几案呐、啊，要补充几案这样子，不是一下子就100多案这样子不好、啊。没有啊，院长，如果零星可以补充几案，你早说嘛，我们也有零星几案、欸。零星几案是3、5案、10案左右。有，我们有3、5案呢、欸。啊，先说。好、哦，那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接受3、5案这样？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开始都不接受了啦，哈、啊哦，都不接受啊。好，麦克桑啊，哎、欸，院长，我们那个国民党就没有新案了，修正文字而已啦。我们就修正文字，修正当然可以，对对，我们修正可以，没有行动，修正可以哈，因为不然案子会审不完哈。十二样有几案？不啦，还有基本上是弄走。你几案就？大概昨天有100多案有了，哈，100多案。大家讲好了事情啊。啊，好了，麦克赏啊赏啊哈，那个没有，不要再送，因为送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分案，还要再印，还要再重新再来哈，那工作人员而且哦。很麻烦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今天先审中研院的预算啊。那我们今天中研有我们的副院长黄副院长哈、啊，还有我们的彭秘书长啊。好，中研院哈、啊，因为院长他出国哈、啊，所以就由副院长来代理。来，我们就开始中研院的预算啊。我们中研院的预算先第一幕啊、哦，第一案是那个赖世宝，赖世宝。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等一下啊、哦。好，来。第一幕啊、我们就从总额啦啊、哦。第一个是赖委员的案子，这个要撤案还是怎么样？保留啦哈、哦。好。啊，保留。会员的都撤案了啊、哦，以前他都撤案了。他第二案，他在财务，他在财政是撤案，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说要撤案吧？保留了。这保留吧。这保留吧，第二案保留。的嘛，他这是总的，我们来保留。不是，不是。好啦，不要紧啦，我只是曾委员知道，因为会员委员的总删减额在前面全部撤案啦。好，你要保留。好，这柯志恩上新来嘛，要尊重你。那第三案临时人员的酬金。对，好，保留。你这人事会用吗？哦，撤一撤后，人事会用了。你们看一下哦，临时人员的酬金，这个是没有的话，他们就现在已经在执行一月份了哦。薪水发不出来啊？把这样啊，那要提的每一个人来，那代表来就是代表党团嘛。啊，不然这个怎么协商？对，撤了。好，第三案我们就撤了啦，好不好？这个都撤了。好，第四案撤案。那么第四案到7案全部撤案了啊、哦。我们进入第八案国外旅会，这个是统三的啊、哦。第九案是通案了啊、哦。来，进入第16案。因为哦，第二幕进入到第二幕11。进入到11案啊，11案，第二幕了，第11案。哎呀，第十案怎么跑掉了？现在十分之一，你做民工十分之一。啊，来第十案改科目，这是第几幕？放到第五幕哦，第十案放到第五幕啊、哦，
这个要好，第十案在第五目，现在处理第十一案来。来，第二目。第十一案，第二目，资讯软硬体设备费同意，经沟通后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十二案，召开第33次院士会议，经沟通后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十三案，物品同意改冻结100万元。第十四案，实验设施整合管理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十五案，人才培育及延揽计划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十六案，零一项下子计划4/8减列3000万元，其余冻结1/5。第十七案，跨领域之开发及研究环境之改善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十八案，零二项下子计划1/3/12减列3000万元，其余冻结1/5。第十九案，跨所处研究中心主题研究计划同意改冻结3000万元。第二十案，科学研究基金减列3亿元，其余冻结1/5。第二十一案，科学研究基金同意改冻结1亿元。宣读完毕。好，那么第十一案啊。第二幕的十一案啊，大家看第二幕啊，这个冻结1000万改书面报告，那十二案也冻结多少？1000万改书面报告，委员会是冻结100万，然后减列150万了 啊， 那这样就冻结2000万了呢。然后第十三案是冻结多少？100万，2100万，你们算一下啊。第十四案是冻结500，多少？2600，好。然后第十五案是冻结1000万，3500，3600。那第十七案。第十六不啊，到第十六了，什么第十七？第十六这个要不要撤案？因为你前面已经冻结了几千万了，你啊这边再3/3000，再冻结1/5啊，撤案了啊，好好。十六了，嗯。那十七案是冻结1000哦，多少了？4600。那十八案我看就撤案了，你这个再3/3000万哦，再冻结1/5，这是一样的撤案了啊。20/21那这十八撤案了啊，十九案改动3000哦，这样啊这样冻结多少了？7600。妈，等一下我会处理。第二十案是撤案了啊，这个是一样的撤案了啊。那这样子总共多少？冻结多少？还有21冻结多少？1亿，这样冻结多少？1亿7600万。委员会怎么样？委员会只有冻结100啦。哦，100。1亿7000多少？六。那总预算多少？那总预算多少？第二幕的总预算多少？跟主席报告扣除人事费的话，大概43亿。第二幕多少？43亿。43亿。第二幕扣掉人事费呢，43亿啊，这里面有没有奖补助费？有，奖补助费是通案哦。奖补助费很多了，那通案三。这好，那没关系，冻结1亿7600万，那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因为这个都是你们同意人家的。好，提书面报告使得通知，因为都是书面报告有。有，里面有，来，陈委员。好，院长还有各位同仁哈，我想首先就是我觉得啦，中研院的预算在这个审查的部分，其实总统府没有特别的机制来处理。请问一下，现在总统府有真的设有什么专人在审查中研院的预算吗？一年的预算有120几亿耶，请问总统府是直属于中研院是直属于总统府？这是公什么各位啊？啊？
算不起来呢？总统府有特别的一个机制在审查吗？那如果总统府没有个特别机制在审查，这是美国话。请问一下，那中研院他们预算的审查是送到哪里去？行政院的哪一个单位有会同看过中研院的预算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审，而中研院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来能够让国人了解说他们预算是经过审核的，不是只是送到总统府然后就照案通过了。好，我想这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本席在这边要讲，中研院有120亿的预算，就好像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关于这个赖世葆赖委员提到的，中研院预算这么多，但是他还要再编列5338个支援的能力的人力来处理好这些研究案。可是其实本席为什么在这边要求说要冻结，因为有些地方他必须要能够提书面报告让我们了解，其实中研院很多的研究员都有来跟本席澄清，本席之前也曾经在中研院生医所担任过副研究员，是专任的副研究员，我不是兼任的，我是专任的副研究员。好吧，不要乱讲了，那边有中研院的。什么东西？对比嘛，有一个啦，黄国昌啊。这个预算啦，针对预算啦。召集人，赶快讲。我还没有讲完，我还没有讲完。你是在威胁恐吓我吗？你是在威胁恐吓我吗？你要不要去看看我的 CV？我当然是有在中研院专任过啊！你好，坐下来，坐下来，好不好？好了，来讨论预算。那行，前面玩 game 哦。不，起立开戏耶啊！你没有尊重我的时间呢、啊，我在讲，而且我是好好的在讲啊！你起来讲啥？让他讲。我来，我来讲。南京记者杨某兄。你妈的啦！你妈的，企业本地啊！来，那个陈伟，你请假。好了，请假了。啊，你起来挑衅我哟！那个来了。我是在好好讲啊。不，简单了。我们是省预算了。但是我一讲到澄清，为什么我们的柯总召就好像不太开心啊？不会啦，来啦，他一向的个性就是如此啊。他是你要不要道歉？很幽默啦，幽默了。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幽默、欸。来了，来我们讲了。我是在讲嘛，但是所以请你不要打断嘛，对不对？我们是在讲嘛，就事论事嘛。我讲到了就有研究员来澄清，你们就不开心了是吧？好，我要说明的就是说其实是有状况的。这状况是什么？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啊、有一些其实已经借调出去当大学校长的，好，我就不要讲谁，而且是个中研院的院士，实验室还在中研院，可是已经到外面去当大学校长了，可是他整个实验室哦，这个研究助理还有什么技师，一大堆人都在那边。那我觉得说，其实在人员的编制上面，如果你已经 full time 的到外面的哦私立的学校去当校长了，你们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个人力的配置方面应该要做一些考核跟精简？他怎么会有时间哦回来主持这样子的实验室呢？哦，甚至有一些已经卸任的校长哦，只是兼任或者是合聘在外面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员编制了？所以这个就是会让中研院很多的研究员他们会心生不满，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是不患寡患不均。我们希望说你中研院在这边在做这些人事的人员编制的安排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透明公开，让我们知道说到底哪几个大头哪几个院士已经借调出去的，还是有人事经费上千万的在那边花，就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钱没有花在刀口上，你不要讲别的，台湾这么多大学教授，他们连申请一个国科会计划都不见得会扩得了，每年的研究经费一直在砍，一直在往下掉。中研院平均一个研究员他的平均的研究经费包括人事经费是超过400万的，但是仔细去看没有这样子，很多的研究员经费很少，所以就是不患寡患不均的问题。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为什么其实中研院也都是有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都有讨论着，我们其实是希望他们制度上面更完善，而且
能够对社会大众有一个交代，钱要花在刀口上。我们只是冻结，我们没有砍预算，冻结只是希望他将来要提出书面报告，让我们了解，对，哦，然后能够钱事实上真的是能够充分的去做运用，就是这样子而已，好不好？ 好， 好，谢谢。这个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啊，这个大家都有啊花园，因为这个都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啦啊，尽量是教育委员会你们来表达意见。那第二，讲话的时候我们要精简，但其他人要尊重讲话人的权利，好，你们好。那刚才那个副院长陈委员的一些提示，再拜托你们注意一下啦啊。那主计长，中研院的预算是不是要经过你们，也是要审议吗？报告委员，我们的那个编列标准是全国都一样的，任何各部位都一样。一样啊，那个中研院的预算的，他们隶属总统府啊，现在例行性的是根据我们的标准在好在审啊。如果是属于科技的啊，会到那个行政院科技汇报。哎，啊，以及那个说根据那个科技部的他们的审议标准啊，对于那个整个政策会在那个总统府会开会会讨论，谢谢。好，所以还是有一些机制啦，跟主计总处，其实哦，我在两个部会待过，部会审议预算，大概行政院都尊重，但送到主计总处之后，他就会检视有没有照他们的规定来，然后最后审议的就是我们委员。所以应该这个刘总统府他不会干预，哦，就像行政不会干预部会在编预算，大概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啦。不过刚才有一些龙眼啊，有一些已经借掉了，还在领一些跟在里面专职的都一样，这个你们都要做一些检讨啦，哦，好不好？那这一个案哦，我们是不是好，哦，来燕秀委员？好，副院长，我只有三件事情要提醒哦。中研院跟生技园区今年开始要陆陆续续的进驻，这个案子当时说服在地的民众是我们现在的陈建仁副总统，因为他当时在中研院是副院长，当时地方上就不断在反映交通的问题，因为中研究院路是一个唯一两线道，未来进驻完的人口会达到15000个人哦，就是新进来上班的人口，我还没加上洽班的人口数，所以我觉得对于地方的交通负荷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希望当时，那你们现在对于这15000个进驻的人口，你们只有新建了一个大概300到500个车位的停车场而已。那长期地方对于停车的问题，中研院洽公或上班人口常常外溢到我们的一般的巷道来，就是造成彼此中研院跟地方上的很多的问题在。那未来想必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会更严重。那所以第一，我希望及早的去做因应跟规划，未来有没有机会在我们中研院或者生技园区里面再去解决停车的问题，停车的问题必须内部化的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连外道路的交通问题及早的去做一些因应跟处理，哦，然后另外这些问题都必须跟地方有做更多的结合，避免地方觉得中央研究院是恶邻居。以上三点，谢谢。好，这个再请副院长拿回去好好的做一些讨论啦，啊，哦，那回应委员的一些指示。那第二幕啊，哦，我们就啊，委员会处理是减列150万，冻结100万。那经过协商之后啊，哦，我们啊，委员会就包在里面了啊，哦，共冻结1亿7600万，对吗？啊，哦，就包在里面1亿7600万。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好，这个哦，这个都是接受你们的，都是你们有协商过的了，哦，好，来第三幕第二十二案，来请。第22案，第三幕南部生物科技计划，冻结1/5，令土地租金减列100万元。第23案，土地租金减列100万元。第24案，土地租金，对不起，第24案。
宣读完毕。好，那我看第二十二案这个撤案了、啊、哦，这个都是冻结五分之一，然后又要删减，好不好？好，这个撤了啊、哦。哦，这那第二十三案是冻结一百万，那我们就同意冻结一百万了哈。哦啊，冻结他已经修正改冻结了啦。修正改冻结啦。哈、啊，我这边有修正改冻结了啦。对啊。我来裁示啦啊、哦！我这边有了，我这边有。签名了，我签名了。好、哦，那第二十三案就冻结一百万了啊、哦。书面报告。来提书面报告时的动支了啊、哦！好，冻结一百万，我怎样了？我听我的才是了啊！不要再重复再问了啊！重复再问你就会提醒人家了哈。那要修改而已。请问那个、啊、来第四幕，不必说明了。我都第三幕都已经才是完了，你就不必说明了。不，是教育委员会，不是司法嘛？对了，他这边是司法是错的啦，教育委员会啦，与教育文化委员会啦，啊，啊，提教育文化委员会啊，好，对对，来，那你移送法办的第三幕，哎，第四幕，第四幕，第二十五案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同意改冻结一亿元，第二十六案改主决议，第二十七案撤案，宣读完毕。来，第二十五案是同意冻结一亿元，提书面报告。第二十六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中研院，好，那就照案通过。二十六案照案通过。二十七案，修，二十七案撤案，好，二十七案撤案。包院长，来，刚刚啊，第三案的部分啊。第三案了，第三幕啦。不，因为我想回一下，好吧？那第三案，我们本来有讲撤回了，撤回就撤了啦。对，因为他那个当事人认为他想保留，我们不妥的，尊重他，好吧？好，好，谢谢。好，那是否特别不要紧？对的。好了，第三案保留，没关系，第三案冲回，第三案保留了哈。那你专心来办好。第三案保留。那现在，第二十五啊，第二十五是冻结一亿，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那我们委员会没有冻结，那这边就第四幕就冻结一亿，提书面报告后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支啊。那二十六案是改主决议，修正通过。二十七案撤案，来第五幕。第五幕二八撤案二十九来，还有第十案同意改冻结第五幕南部院区十分之一。啊，这个有没有协商？第十案有没有？第十案，对，诈骗的刚才幕不对了。好，来，我来处理啊、哦。第五幕大家看一下第十案啊、哦，那个南部院区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啊、哦。啊，委员会是都照案通过。那我们第五幕啊，冻结十分之一，罗委员这边是冻结七百万，我们就包括在十分之一就好了，并案了，好不好？罗委，好来。因为这南部院区是我们台南哈，我想确定一下说。冻结十分之一在我们的执行，因为我们现在一不会来了，我来处理，好、哦，我来处理。冻结啊、哦，这个预算多少？三九七八三点五八亿。好，那冻结三千多万还可以接受了啊、哦。冻结十分之一，那个罗明彩委员的就并到这边来，因为他才冻结七百万而已嘛啊、哦，就罗委员跟郑委员的啊、哦，就冻结。第五幕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支。好、哦，好，那主决议三十，撤案，撤案三十一案，文字修正，你们可以接受哈、哦，看一下要看清楚哦。这个套一句柯总召讲的，里面会不会有陷阱？你们要自己要看哦。我不很信仰。好，可不可以？好，那就照案通过，修正通过。
那中研你们就告一段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不要跑啊。谢谢这个苏院长，各位委员。好，谢谢。一甲温来，一甲温来。好，来第二那个，请故宫动作快一点，不然我们就要改，我们把这个单位要列过了哦，就换下一个单位。好，故宫不一样。故宫十几案而已。十几案而已。嗯。十八。故宫没有主决议啊。院长有机会介绍一下今天来。会，我会介绍啊，这个。故宫哦，我们介绍一下院长是哪一位？你看，不，两年来哦，院长从来都没有来拜会过。院长，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我们这样协商非常好。嘿，您的调整我觉得非常好，对，以后应该这样协商方式。对，对这个故宫哦，这个你看连院长都不认识他。您认识我没有用啊，我不认识你啊，没有不认识你就没有感情啊，没有感情人家委员要删我们就通过啊。因为院长是现在进行式，他们认识都是历史的、啊、而且还有一次跟我约了，还跟我爽约哦。前三改进、啊、我们讲就好了、啊、他只认识教育委员会的啊。好，我要开玩笑的啦，我是真的不认识他啦，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啦、哦、我说我们故宫的院长啦、哦、两年来我都不认识他啦、嗯欸、啊这哥总知道你认识吗？我是收藏家。你看他比较看重你啦。不是啦，有没有去拜我？有没有去拜会过他？我常常去淘宝。有没有去拜会过他？有吗、哦、你看你拜会柯总召啊，院长啊都没有来拜会。半红迷奸哦，所以的话，怎么样？以后不是啦，因为院长公务繁忙。没有，我很闲啦。所以的话，改天我们马上去啊，检讨改进，检讨改进。没有，来，好。陈明仪有来拜访我。来，我们故宫哦，第32案哦，我们第几幕？我们先讲。场地设施使用会啦啊、哦，32案是增列的部分，委员会已经增列2000万了啊、哦，那亲民党团要再增列1000，啊，怎么样？那个给院长才是啊，看是要变3000还是要并案？并案啊，给院长才是。好了，并案了，闷了。我这个人没有不会公报私仇了。回了回了，我们就赵委员会了哦，尊重委员会了。论开了。并案了，并案，其他的并在。好，我们就并入了啊，并入2000案了啊。那第32案就是减列，增列2000万，不是减列啊，增列了啊。那第33案权利金改组决议。啊，这个你们可不可以接受？可以了。好，那我们就通过。第34、35啊，是34是赖委员的，要撤案还是要怎么样？保留吧。好，保留。碰到赖委员，我们都要保留了哈、啊。那会委员的以前都是撤呢，哎、啊，燕秀委员。没有昨天还撤，还一叠哦，你没有看到。在财政委员会，好了，非常的关心。好了，保留没关系啦，保留啦，没啦，不啦，那个没关系啦，那个。好了，后续保留的部分都会交给柯总召啦。对，好。好，那个36撤案，
37。包院长，我这边跟他请教一下。好，来，你请啊。好，院长，那个第一幕，那个、第一幕了啊。对，第一幕。37样了，有关故宫南院的部分了。那现在的营收啊，或者是进去参观的人数啊，大量减少了。那恐怕这到时候连营运都有问题。那请问院长，你怎么样因应这种情势的发展？因为本来想说会造成嘉义地区啊观光人口的大量增加，现在我去跟各位报告，因为我是嘉义人。那去年春节期间，我特别跑了一趟故宫南院，春节期间都没什么人。那我理解是吧？今年更严重。那面对这种情况，招商也不顺。那旅游的因素也大量减少，请问院长，这样的情势你怎么样去因应，怎么去改善？谢谢。要不要说明一下？谢谢委员指教。南院的话，它开幕了哈，现在已经两年。那两年第一年的话，它因为比较开幕期间，一方面的话是民众有赏味期，另外的话。当时的话，差不多有半年是免费参观。那南院本身哈、哦，那个它地理位置确实比较偏僻一点。那我目前的话，就是说，除了参考国外的一些分馆，或者他们设置在比较偏远的这一些分馆，他们的一些做法，或者说整个建设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规划哈。那参考他们以外，另外哈，我们也针对南院目前的话，拟出差不多有六个策略。一方面的话，包括我们的话提到，有一些叫磁吸效应的，怎么样结合当地的这一些观光或文化资源，去吸引更多的民众去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规划过程当中，那南院哈，它原有。他以前的一个展览形式希望改变，因为以前的话就是比较学术性或者研究型的一个展览呈现，他跟当地的一个民众互动或者说参访的一个习惯比较不一样，这也会去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包括我们有一些策略上的联盟，在地的一些联盟哈，我们希望说结合南部七大馆。共同去串联行销，另外的话，我们的话希望说去做扎根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话是希望说做百万学子进故宫，那以南院为主，希望说当地的学生的话能我们能各种未来会不会成为故宫啊营运的整个重大负担会哦。未来我是觉得还可观的，因为目前我们新故宫计划当中，其中有一项的话就是国宝文物修复展示馆，一方面会以主题性的一个馆，然后另外的话会以修复跟那个整个展示的话为主的一个新的馆。那这个新的馆会考虑到它主题性，希望符合我们当地的民众参访的习性或者参访的习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去。那我预估的话，这一个主题馆交加上故宫原有的很重要的国宝文物下去的话，未来可以一年，我们还是希望从现在的100万能提升到200万的人参观人次。是。好，这样可以的哦。那37案我们是不是撤案了啊、哦？因为已经第一幕第36案，第36案是撤案了，37我们得撤案。这个也不多钱啊，你再跟他减了100万，那委员会已经冻结100万了啊、哦。那3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问题？好，那38案就改主决议通过哦。那现在进行第二幕，来，请宣读第二幕。第二幕第39案，文物研究展览与推广，冻结3437000元。第40案，同意改冻结250万。第41案撤案，宣读完毕。好，那第二幕哦，有39案哦。
你们同意冻结3,437,000元，然后向教委会提书面报告时的动支，委员会已经冻结100万，那就冻结443.7万元，好。我们预算规模其实真的很小，多少？不能减列，没有减列啦，减少冻结。不然你们预算多少？9,000多万。可以啦，9,000多万，443万。可以啦。书面报告。对，院书面报告啊，院长都已经支持，再讲院长会支持我们再动多一点。尊重院长，尊重院长。那个第二幕哈。你们冻结443万，你们9,000多万才5%而已呢，是所有你问主计长，是大家很给你面子呢，虽然不太认识你，不过大家很给你面子，才5%而已。你提书面报告，你要回去要很感激，谢谢大家了。再拜访了，院长可以，可以了哈，提书面报告，好。来，那其他就撤案了啦哦。来，那第三幕从42开始。第三幕第42案，文物征集与管理，冻结737,700元，宣读完毕。那第三幕啊、哦，你们有跟人家协商同意冻结737万，然后委员会是200，这样是937，你们这个预算多少？2,000多哦，这样是比较多啦，这样子比较多啦。那个多少？等一下，你说总经费多少？我们冻结1/10啦，照往例啦。我没关系，如果委员会是多少？200啦。200，那就照委员会了。好，那第42案就照委员会，好，照委员会通过啊、哦。来第四幕。第43案，南院文物研究展览与推广，简列907,200元，宣读完毕。那委员会是照案通过了哦。那这个是南院吗？对呀、啊。哦，这个南院、啊，我看那我们就通过了哈、哦。对啦，南院支持啦。对啊，好不好？好，那我们就43案就撤案了啊、哦。44案来。第五幕44案，南院文物征集与管理，简列213,200元，宣读完毕。啊，这个我看、也是南院，那就撤案了，好不好？院长，这个部分这一幕没关系，您说第五幕在委员会审议的数目是没有了，他们都照完全没有删除，是不是？好啦，所以连冻结数都没有，没有。去年编列多少？有删减吗？啊，不然这样子的哦，好了，那个徐志龙委员，这个213,200改冻结了啊，提书面报告了，改冻结了，好了。好的，院长，就是说委员也私底下去拜访，授权给党团，那我们也可以帮忙做决定，但是要再去沟通，该拜访的事后也要再去拜访。对，你们再跟委员讲一下，说简略改冻结了哈，提书面报告了。好了，来第六幕。第六幕第45案，安全管理维护，简列313,200元。第46案，临时人员酬金，同意改冻结20万元，宣读完毕。这个安全维护跟人事的费用这不要了，请大家支持啊。好了，不要删了。拜托了。那个46案是有修正改冻结啦，冻结20万啦。好，那我们就冻结20万了。来，好。好，可以。好，第六幕冻结20万。好了。45就撤案。我如果读那个结果，剩下就是撤案了啊。哎，冻结20万，改书面报告后时的动支。来，第七幕。第7幕第47案，新故宫计划减列500万元，其余冻结5,000万元。第48案，同意改冻结200万元。第49案，全数冻结。第50案，同意改冻结1亿元。宣读完毕。这个
你们第七目啊，四十七要我看撤案呐、啊，这个哈、啊，这个比较没有意思，动辄五千万，啊，委员会已经啊，委员会动辄一亿了，啊你啊那个会委员动辄两百万也是在五亿，也是在一亿之内的了啊。那四十九案是啊，四十九案啊，这个是不是动？我们就照委员会的啦，哈、啊，提书面报告了，动辄一亿啦，提书面报告了，哈、啊，好，好，那故宫，你们就结束啊，好，谢谢院长，谢谢院长，对不起，五十跟五十没关系，来问一下好不好？来第几案？第五十案是修正通过、欸，第五十案。第十五十案我看一下。对啊。哦，第五十案是多少？动一亿。啊，这个一样的啊。就动一亿、啊。就跟委员会一样啊。动一亿的啊。专案报告。对啊，专案报告。就院长刚刚。那并了，是并案就好了，并了，并委员会了。对啊，对，专案报告哦。你这样要改专案报告。不是，因为他那个新故宫计划是问题。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切哦，那那时候我们在委员会讨论非常多，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好，那改专案报告可以了，这个重大动议改专案报告啊、哦，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故宫结束了，好，谢谢院长，好，各位委员，要去沟通哦，是我院长，要我拉的院长南北两预算过了就不会来了啦，不会，没关系。换哪一个单位来？教育部来，哎，来，潘部长。院长跟各位好。每年都在这里见面。我们院系委员说要介绍一下议会的哦，这个潘部长有不认识的吗？都认识啦，都认识啊，哦，这个部长很客气啦，哦，那啊，会计处黄处长，哦，那人事处啊，哦，也是陈处长啊，哦，啊，那是黄处长啊，哦，是这样子啊，哦，好，那其他司长我们就不必再介绍了哈，哦，来我们开始啊，哦，那个教育部是从第五十一、五十二开始，五十一保留了啊，哦，这个保留，五十二保留，来第一幕。来，请宣读第一幕。第一幕，一般行政第五十三案，减列9,528,000元；第五十四案，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五十五案，第五十五案冻结3,000万元；第五十六案，同意改主决议；第五十七案，同意改主决议；第五十八案，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同意改冻结1/5；第五十九案，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同意改冻结1/5；第六十案同意改主决议；第六十一案奖补助费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六十二案人事行政管理与财务辅导同意改冻结200万元；第六十三案同意改主决议。宣读完毕。好，那么第一幕的部分，第一幕是一般行政啊，从五十三案开始，一般行政啊。委员会冻结4,000万了啊，那减略200万啊，那教育部推动教育工作非常的重要了哦，那我们当然会支持了哈，那但是有一些委员交代啊的一些事项，也请教育部稍微重视一下。我们先来看了啊，那么我们先处理大概。你们有经过沟通了啊，哦？第五十三案先保留，等一下再看了啊，哦。五十三案了啊，哦，那五十四案是你们是修正改冻结提书面报告嘛？啊，哦，是这样子吗？对，
你们可以接受了哦。哎，是。那等一下，你这个金额帮我算一下了哈、哦，这个是500万了啊、哦。那，哎，55案，这个委员会已经冻结，我们是不是就照委员会，就是已经并委员会了哈、哦，并委员会了啊、哦。那56案的部分改组决议，改组决议你可以接受了啊、哦，院长可以。好，那56案就改组决议通过了啊、哦。57案的话也是改组决议修正，你们也同意了啊、哦。配合办理。好，那58案也58案是你们同意冻结1/5。哦，这个才，嘛好，这个20万了啊、哦，这20万来加进去了啊、哦。那59案是冻结88万也加进去了啊、哦，1/5没关系。那个60案改主决议了啊、哦，你们可以接受啊、哦。是。好，那61案是冻结1000万了啊、哦。好，来算进去，62案是冻结200了啊、哦，63案是改组决议，你们同意了啊、哦，那这样增加冻结多少？如果增加1808万变成冻结5808万啊，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好，那我们就提。院长还有个简列200啊。啊，这个简列200是委员会尊重的、啊，尊重的，好，委员会啊，好，委员会这边有了哈、哦，好，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资多少？5000多少？5808万啊、哦，好，来第二幕。第二幕，第64案，高等教育简列1000万元，第65案。同意改冻结1亿元，第66案冻结1,091,500元，第67案冻结1亿元，第68案撤案，第69案，同意改冻结5亿元，专案报告，第70案同意改主决议，第71案奖补助费同意改减列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72案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同意改冻结1亿元，第73案奖补助费。同意改冻结3000万元，第74案改善教学研究环境及提升高等教育行政服务品质，同意改冻结400万元，第75案，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76案撤案，第77案，同意改冻结300万元，加专案报告，第78案同意改主决议，第79案同意改主决议，第八十案同意改主决议，第81案引导学校多元发展及提升教学品质。减列5000万元，其余冻结8000万元。第82案撤案，第83案同意改冻结5亿，对不起，同意改冻结2亿元。第84案同意改冻结6亿元。第85案撤案，第86案同意改主决议。第87案设备及投资同意改冻结1亿元。第88案同意改主决议。第89案撤案，第90案冻结8000万元，同意照案通过。第91案。推动大学校院留任及延揽顶尖人才计划，冻结3亿元，同意照案通过。第92案，冻结20/1，同意照案通过。第93案撤案，第94案同意改主决议。第95案，强化技职教育学制及特色，同意改冻结2000万元。第96案撤案，第97案青年教育及就业储蓄账户方案，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98案，冻结100万元，同意照案通过。第99案，同意改主决议。第一百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01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02案技职教育行政革新与国际交流及评鉴，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103案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加书面报告。第104案技专校院奖助生纳保经费，同意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105案撤案，第106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07案撤案，第108案，引导学校发展多元特色及教学创新，同意改冻结1亿元。第109案，同意改冻结1亿元。第110案同意撤案。第
第111案，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辅助经费，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112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13案，辅导海外台湾学校及大陆地区台商学校整体发展，同意改冻结600万元。宣读完毕。好，来，我们第二目64到113案啊。撤案的部分啊、有68案撤案、76案撤案、82案撤案、85案撤案、89案撤案、93案撤案、96案撤案、105案撤案、107案撤案、110案撤案，这几个撤案我们就确认了啊、这个都有经过当事人同意，而且都有盖章在这一本上啊、那同意照案通过的有90案、91案、92案、98案，啊，那那改简略啊，改简略科目71案呐、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处理。那改冻结以书面报告的有65案、72案、73案、74案、75案、83案、87案、95案、102案、103案、104案、108案、111案、113案，好、这是改、然后有冻结专案报告，那有69案、77案、84案、97案、109案、然后改主决议的有70案、78案、79案、80案、86、88、94、99、101、106、101、112，所以大概啊、我刚才整理了一下是这个样子。那撤案的部分我们就撤案了啊、改主决议的部分，我们先来第70案改修正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但是院长，你看不看你刚漏那个 miss 掉第66案，有关于这个都没有做一个处理，你现在直接到70案，我可不可以从62案开始才要谈？不是的，谈一下。你先把主决议先处理掉。对的，我是先。那大家再回过头来。当然， okay, 我不会前面漏掉了。我现在要把没有争议的先处理了啊、那个主席来，那个我有提案的那些冻结案都是要再加上去哦。不是的，等一下我会处理啦，我会处理，我会问大家的意见，大家哈、先我这个我已经处理2-3天了哦，处理1000多案了哦。谢谢。来，这个改主决议的70案有没有问题？可以配合。好，78案有没有问题？可以。改主决议79案。因为你们一定都通过，有去讨论嘛？对，有跟委员拜会。好，80案有没有问题？同意。86案，同意。88，遵照。好，94，遵照办理。好，99，遵照办理。100，遵照办理。101，遵照办理。106，遵照办理。好，112，遵照办理。好。这个就改主决议的，我们就照案通。这改修正改主决议后通过了哈、这个没有问题啊、那院长，那个里面有关于2个月提出向委员报告都改为下会期。对，主决议里面啊、有压时间都改下会期了，不然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2个月，因为一个月我们都还没有，搞不好都还没有开议，好、所以你就改所有这个我都已经交代过了啊、就是。我们都交代各委员会有压一个月两个都改下会期了，好，这个委员会我们都有交办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照案通过的部分了啊、第90案、91案、92案、98案，你们90案来看一下，大家看90案，我会每一案都会处理到，大家放心啊、90案是冻结8000万，这个是李玉林的，你们接受冻结8000万，是，那是要外加还是在冻？你们已经冻结9亿2639万了呢？希望内涵在，因为这个原来委员会冻结的额度是已经到9亿了，是不是？所以委员能不能内涵呢、啊？这个哈。这个院长，我们最后再一起好，好不好？那我现在是把照案通，因为这个是你们可以接受照案通过，好、那91案哦，也是李玉林冻结3亿呢，啊，他这边冻结8000万，这边又冻结3亿，还有一个92案
是时代力量党团是冻结2亿4千万，委员会动多少？2亿4千万，20分之一是2亿4千万，20分之哦，没有，不是，不是两亿，没有，2亿4千万，10万，2亿4千万了啊、哦，来，然后98案。好，98案是冻结100万，这样你们照案通过的加起来数字是多少？算一下来，一个8000万，一个是3亿、5亿、6亿、2000万。91、92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是不同党团提出的啊。好，你就先算嘛。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98。是100，这样多少？6亿2100万呐啊！多严重的说，来9亿2000万。那改简略的部分，71案，我们看一下71案。71案是要补助会共计30万，不多，不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通案？我要了解一下。这个是通案吗？那个第71案，应该是通案的。哈，这个71案是通案，是通案处理。没有，这个是学术审议的，这笔预算算通案吗？是不是通案？他是委办费的通案吗？奖补助费是通案。他是奖补助费。好，我们71案简略部分，这不简略就通案办理。71案是通案。通案哦，就通案删减多少，你们就是删减多少。通案呐、啊，是。好，所以这边就不简略了啊、哦，就通案办理。谢谢。那改冻结书面的哦，冻结书面的有65，大家来，现在就进行65。65是亲民党的，是你们是冻结多少？1亿，好，64冻结1亿，然后提书面报告，然后72案，1亿，这个是陈一炳委员的啊、哦，也是1亿啊、哦，来2亿，然后73案。3000万，2亿3000万，你们记一下。哦，这个是通案，来，73案通案，哎、欸，你们以后这个通案要帮忙看一下。73案通案，我们先划掉啊、哦，通案处理。74案，400万，哎、欸，冻结400万，来加下去。75，1000万加上去。83，76，这样，不到，这个是书面报告的啦。来，83，多少？2亿，87，1亿，87，1亿，95。2000万，95，2000万。你是不是投资会给我们排除？95，95案是什么案？奖助金，这个是不是通案？哎、欸，95啊，95是。95，这个。记者，这样不是啊、哦？来，好，2000万，改冻结2000万，102。1000万，改动这1000万，103，改动这1000万，104，100，改动这100万，105，108，108，动这1亿，111，
冻结1000万，一三600万。好，冻结改书面的有多少？加起来多少？刚刚不含6亿的这个部分。不含6亿，就是冻结书面的。6亿7100万。好，这样加起来，刚才哦，照案通过的有6亿2100万，现在是6亿7100万，已经12亿9200万了哦。来，再来冻结要来专案报告的，来69案多少？5亿。677多少？300。5亿300。84。6亿。6亿。97。100。1000万。啊，108。109。1亿。1亿加起来多少？12亿1300万。好，12亿1300万。好，这个就是总共动哦，然后多少？21亿，这个委员会的不算，总共多少？25亿500万。委员会的不算哦。好，25亿500万。来，我们回到刚才讲的64案。64案，64案是减略1000万。好，减略1000万，64减略1000万。66，王玉明委员的，他是要冻结1亿91万5000元。可以讲。好，我想64跟62其实都是牵涉到有关大学法的一个修法啊。那当然委员理由不一样，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要特别趁着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就教部长啊，因为牵涉到大学法的这个层面。在66案里面，他们是认为目前很多学生的代表流于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说教育部一定要提出行政院版的一个大学法。可是呢，我想我们最近比较关切的，既然是要修大学法的话，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林业仪理司长曾经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抛出了所谓法人化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部分，你如果法人化，未来要变成是一个既定，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一个政策，部长刚好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一并的做说明。那也要牵涉到大学法的一个修法，但是呢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因为大学法的这个有关于法人化的一个层次里面啊，其实过去有非常多的学校的一个经验。那大家其实比较关切的就是有关于当你变成法人化之后，虽然你可以让弹性变增加，但是呢，业余这个司长特别提到了你提到了两个不便，可是一个不便就是我们有关于对于这些可能未来可以变成法人化的这个所谓的经费是不变的，这基本上是违反过去很多像日本还有在其他欧洲提出法人化的部分，他们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比较的拮据，所以他们就是放给学校比较有一个自由的一个空间，不管是在揽财或者是在有关于学费有关于在经费上面，他们是比较弹性的空间。就你让他们法人化，然后结果呢你的经费政府的经费的补助又不会缩减，这是有点矛盾的。而且呢你这样子画的话，很多人会非常的关切你有没有配套，因为法人化或许是一个趋势，但是未来你的学费的上涨，若是学生的一个补助，还有很重要的里面，如果他大学里面是比照私校里面，你是可以称为所谓大学自主的这个委员会，你会不会有外行领导内行，还有是不是有很多的经济，就是很多的系统商业财务系统会进入到这个委员会，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64跟66全部都是在谈大学法的修，那我刚好趁势提出抛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在审完委员会审完之后你才抛出了这个议题的，这东西是相当严重的引导高教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说20-30亿，不好意思哦，这一幕整个幕是947亿耶，我们刚冻结了20-30亿其实不算什么，这整个牵涉到部分，我觉得趁着说部长你必须要对你的法人化这部分做一个澄清，因为这牵涉到大学法的修法。
来，请部长说明。院长还有各位委员哈，谢谢刚才柯委员这边所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上个礼拜是全国大专校院校长会议，那这个阶段里面，我想很多的校长一直都希望对大学的发展，教育部应该要适时的来做这个松绑哈。那我想在行政这方面，我们确实做了很多。那当时在会议当中，也有校长认为过去已经谈过大学法人化的这个，但是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配套跟当时的时空环境啊，他们是建议教育部是可以适时的在这样的议题上面再来做相关的研处哈。所以我也跟院长还有委员报告，这样的讨论呢，其实还不是到一个政策定案，更还不到一个说要在大学法的修法。我认为因为是现在有若干个大学，他们一直希望朝国际化的发展里面，确实应该让他们的自主性更强，但这个是不是一定用大学法人化来做处理，我认为这个政策还需要再更进一步的讨论。那当天理事长是在业务报告里面有稍微提到这样的议题哈，还不足以成为现在是一个确定的政策，也还不到一个应该在大学法修法直接来做处理的阶段。所以你告诉我，高教司长的司长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教育部的政策吗？不代表，所以说那是司长的个人抛出来，所以不代表这个教育部的政策。在未来一两年当中，你也不会认为法人化这个部分会需要做一个更落实上的处理吗？对，跟委员报告哈，也正是因为我们说大学相关的松绑，在行政规范上，教育部已经在过去这一年多努力非常的多。那他们有校长说，可不可以重新也在思考法人化的可能性？所以目前应该说对。讨论的是到这个地方，所以不会说在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法制修案，因为刚才我也有点出几个问题，这个未来对经费的处理，包含原来尤其是国立大学，它的教育人员本身也适用过去我们其他机关法人化的一些保障的问题，还有我刚才提到学费跟弱势生的，我想这些啊都是在后续是不是要再进一步启动，一定要有比较明确的讨论跟确定。所以时程呢？没有这个，所以我说没有时程，都还不到政策的定向。那我希望教育部以后，如果你现在目前为止连个时程都没有，你真的不应该在公开的媒体上面，你的话就要确实一点，你告诉我们这个可能是如何如何，你否则的话引起高教，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在对高教，包括你的深耕，包括你的玉山，大家有这么多的一个争议，请你不要再徒增困扰，好不好，部长？好，谢谢。现在请黄国昌委员，再请郑明忠委员。再请陈碧莹委员，再请林德武委员。好，行李都来。来。好了。因为刚好处理到高教的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部长。我在委员会也公开质询过这件事情啊，就是高雄一雄大学董事会违法的事情，监察院已经提纠正了。纠正了以后，我问你们，说你们接下来打算什么处理？然后你告诉我，说会组一个调查小组。上礼拜我从媒体看到了消息，你们调查小组说这个礼拜要公布整个惩处的结果，但是我收到的是什么？我收到的是你们外部委员的投诉啊！你们外部委员投诉啊，说在高雄医学大学的这件事情上，你们的高教师自己是被纠正的对象。结果在搞整个调查程序的时候，还在继续搞黑箱。对于你们最后惩处要怎么处置，这些外部委员没有办法参与，连跟你们要最后你们要怎么惩处的书面，你们也不给。现在高教师是怎么样？自己被纠正了，然后组这个调查小组。连外部委员是找来当花瓶的吗？找来当人，找别人来帮你们背书吗？啊，这些外部委员非常的不满呢。啊，你们现在连一个高一董事会的事情还不好好处理，要继续纵容下去吗？还让这样子违法的董事会继续黑箱遴选校长？您在委员会里面跟我说会秉公处理，会好好调查这件事情。我从外部委员那边听到的完全都不是这么回事啊。来，请曾委员再陈，你要先讲还是曾委员？
好，来来。那好，院长、各位委员哈，针对刚刚那个，我想要 follow 一下我们刚刚黄国昌黄委员也提到的问题哈。不过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整个大学法，你们现在说还没有到修法的地步，可是你看到很多的状况，大学校长的遴选，不管是公立的大学校长遴选、阳明大学校长遴选的状况，到私校法里面规范的，也没有规范到私校，尤其大学、私立大学的校长遴选的东西，再再显示出来，就是说大学法是有修法的必要了，尤其是关于校长遴选部分，整个 SOP 都不清楚。刚刚陈处长之前也有到我的服务处，到我的这个办公室来，有解释说，现在阳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可以是一个副校长、副教授来担任校长，是因为102年的函释，一个小小的函释，甚至也解释不清楚，当年民国102年那个函释是谁主持的会议，一个函释的东西就可以凌驾到我们的教育人员任用条例里面。我这边提醒，教育人员任用条例说，一个大学校长的任用资格，第一，中研院院士，第二，大学的教授，第三，相当的教授。如果今天是一个副教授可以担任校长的候选人的话，那为什么在第二点大学教授的时候不直接的就把它放宽，变成是大学副教授以上，而事实上用相当教授，相当教授指的其实应该是中研院的这些研究员吧，也就是说没有教授这种升等办法的这些机构才能够作为大学的遴选委员的这个候选人。那连一个处长，连这个东西在条文的解释上面放宽到说什么都可以，那这个不是天下大乱了吗？那助理教授也可以，只要从国外回来拿到博士学位8年以上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这个学校受到伤害，更不要讲说既然已经有监察院已经开始起了调查，请问调查结果出来了吗？也没有，结果都还没有出来，你们就积极的要通过让这个副教授上去当阳明大学的校长，这其实很多的阳明大学的师生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会让阳明大学变成遭受到二次的伤害。那回来讲高雄医学大学的状况一样的，私校法里面修了半天，完全就是还在那个地方。第一个会期我们就说要修私校法，那私校法里面对大学的校长有任何的明文的规定 SOP 该怎么走吗？遴选委员该怎么产生吗？结果呢，高雄医学大学的遴选委员是谁在产生？董事会在产生，然后黑箱作业这样子选出来一个校长，这能够服众望吗？好，刚刚我们黄委员也提到一样的，你们高校司下去就要查董事会的状况，那怎么会把学生就是一个联署的名单也交给董事会呢？那你让这个学生，我们今天讲这个王玉明委员提出来这个案子也提到说，高教司就攸关学生权益校园民主的大学法应该要提出修正草案跟评估报告，那结果你现在部长又讲说大学法没有修法的必要，我觉得这其实是会让大家非常的失望了。那最后我讲台湾大学也是一样啊，台大的校长遴选出来，结果呢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问题，那这个利益的冲突是发生在有一个遴选委员，他其实是跟选出来的管中明校长是同属于一个董事会里面的董事，两个都是董事，一个还是副董事长。那像这样子的状况也显示出来大学法修法 SOP 的重要性，因为光是候选人你要提出资格认定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应该要表列他是不是担任过哪一个机构的，或者是一个机关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那这个都没有，完全没有在大学法里面列出来， SOP 都没有，当然就会出现后来的争端。阳明大学也是如此啊，他也没有要求这个候选人要提出来你在哪个公司担任董事，所以才发生什么，发生选上了这个阳明大学的校长郭旭松校长，他在就任的前一天他才辞掉那个公司的董事，跟谁一起辞？
跟遴选委员会的招委一起辞掉某一个生医公司的一个董事，两个人都在同一个生医公司当董事，召集人也在这个公司当董事，两个人都在12月28号，也就是他上任的前一天辞掉董事的资格。阳明大学如此，台湾大学，结果这个蔡明星这个遴选委员，他蔡明星他有提出来，他看到这状况，他有请辞遴选委员吗？没有请辞遴选委员。那一样，阳明大学有这样子的状况，召集人有请辞吗？这些都是 conflict interest 的问题。那你今天这样子的状况，不管是国立的大学、私立的大学，都有这个状况。那一个校长如果都遴选不公 ，SOP 都不够清楚，你们人事室的这个陈处长，好来报告的时候说，102年的函释就已经放宽了。一个函释的东西就可以放宽，那你今天为什么不用函释的东西把私校法里面大学到底校长该如何产生，你好好来给我们规定一下、哦、所以我想这些事情教育部一定责无旁贷、哦、必须要好好的、哦、来处理这一块、哦、否则是有失大众对这个教育部的期待、哦、谢谢来曾委员。好，谢谢。等一下呢，曾委员，你的意思是说管仲明要重选是吧？让他讲啦，没啦，没来，没定。曾委员来，我们尊重教育部，好，但是来请曾委员状况，我把它报告出来，好，所以教育部应该要有回应。来请曾委员。好，谢谢。因为这一幕是有关高等教育的部分，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部长。第一个就是我长期关注学生贷款的部分，那跟院长还有跟各位同仁报告，因为现在大学毕业生啊，起薪只有平均28000。那现在80万的学生在办学贷，而且他大学毕业之后啊，背了大概30万到40万的学贷。那从这个预算里面看不出有任何说要调整相关学贷利率的问题。那前几天蔡总统也特别讲说要调降学贷的利率。那我要想问部长，教育部打算怎么做？这第一个问题，因为蔡总统也特别提出来，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里面的计划有很多都是南向计划，那教育部要执行政府的南向政策的时候，有要求学校去南向这18个国家招生。那招生的结果我不晓得，招生进来的经费教育部有没有给他充分的经费？显然是没有。为什么？这些很多学校，尤其公立学校的校长还到处去募款哦，因为他要配合南向政策到处去募款，引起这些很多的大学的校长哀声赞道，就是说很多人他们说为了配合这种政策，但是他的经费已经不足了，还要他们去企业募款。那我在想说这部分你他到底还要一个学生进来，你要求这些国立大学去募款，到底要募多少款？你既然是执行政府政策，你经费要给他，好不好？就这部分请部长也提出说明，谢谢。好，谢谢曾委员。来，刘兆委员发言之后就请曾部长回应。那个不是我潘部长哈、哦。部长，我刚接续刚陈明委员所讲的，大家都很关心大学教授的遴选哈、哦。除了阳明大学之外，台湾大学的遴选哈、哦，今天在报纸上也写得沸沸扬扬哈，包括这个管仲明先生是不是有应该要填揭露的资讯，他有没有揭露，然后他跟遴选委员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个教育部面对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尊重大学的自治，但毕竟台湾大学或所有的大学其实他都是享有非常庞大的公共资源，那教育部不能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好像不关教育部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可不对的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审查预算了，好，不过这件事情教育部也应该要有一个很对外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回应，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我首先我先针对刚才陈委员有提到一个观点，因为刚好对接柯委员的，应该是说法人化这一件事情不会在大学法的修法现在立刻处理。但大学法确实我们现在因应检讨有必要去做检讨修法，我只是说把两位委员刚好前后接，我讲的是大学法会修，只是这个阶段的修法不会马上去碰触法人化的问题，我想我跟委员报告把它厘清。
好，那我就依序比较简要的回答委员刚才的几个询问哈。那针对黄志昌委员所提到的这个高一大的这一部分呢、啊，那么教育部确实组成调查小组，那也多次的包含这个小组里面也有外部的这些委员哈。那这个整个多次后，目前整个调查的结果已经做整理，那这个整理也都在调查小组当中逐一的去做确认。那因为当时还没有进一步把它立刻公布，是因为教育部有接受监察院的纠正，我想委员也知道，那也在正式的回应，所以马上就会对外把这个整个调查的结果来做公布。那我想这个公布的内容啊，包含董事的资格、董事的任用，这些有非常明确的不是 啊, 处理 啊你自己不是承认有调查小组有外部委员啊，你东西有给外部委员吗？是跟外部委员一起讨论的调查结果，跟外部委员一起讨论的调查结果。部长在这边讲话要负责任哦。是，外部委员跟你们要，你们都不给，然后你坐在这边跟大家说，这个是跟外部委员讨论的调查结果。是，现在是您在说谎，还是外面的外部委员都是大教授在说谎？来，师长，你们讨论过程。是，哎，我们高教师师长李燕仪来跟委员说明哈，我们外部委员因为在过程程序他有参与，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是要签奉部长核定之后，我们就会对外召开记者会。那在部长没有签奉核定之前，部长完全没有签奉核定之前，这些东西我们确实没有跟我们的外部委员去商量，因为这个是我们行政的裁量权。调查的结果是一个调查的事实，调查之后的行政裁决是由部长我们行政作为来决，包括要去撤销部分董事的资格，这个都是我们行政的裁量。部长，你有听到吗？是。所以你刚刚所讲，你们就最后要做的这个事情，跟外部委员都有商量这件事情，刚刚司长就直接讲，没有嘛。那个委应该这样子说，第二个啦吼，你最后要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你最后要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要让外部委员参与到什么程度？这个都可以讨论。但是我先把事实面讨论清楚哦。你们那个调查报告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委员都参与讨论，所有的委员都有看到，你确定吗？高教师，你要不要再讲一次？你不要今天你在这边说完谎，人家下午或明天就出来开记者会。那个委员，我们的专案调查小组里面有部分委员每次开会他没有办法出席，所以我最后的调查报告不是所有委员都参与，但是有参与的委员，我们在最后 final 至少有四位委员他是有参与最后 final 的调查报告，其他的委员，所以你的意思吼，是他没有看到调查报告，是他自己没来开会，绝对没有他们跟你要你们不给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你在这边讲，我也要补充哈，所以像这个部分就不太恰当了。你的调查委员有这么多人，那你当然是应该有空没来，没有空来的，你来有空来参加，你跟他讨论。可是没有空的，他你还是要给他，因为这样子整个他书面意见给综合整个书面意见给的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意见呐、啊，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会以偏概全，到最后其实就会有一些运作的空间。那当然这样子，好不容易的一个这样子的调查，希望说所有的委员都给你们意见，这样子完整的来做裁决，否则你将来又不公平的情况下，当然又会再造成更多的动荡，校园动荡不安，造成学生没有办法哈、哦、专心念书。我们从校园民主的角度来讲，是鼓励学生要参与，可是你到最后你发生的状况，甚至把联署的学生名单也给董事会，那你不是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吗？所以我觉得在这边高教师一定要向哈、哦哦、这个这些有可能被牵连的这些学生一定要跟他们道歉了，好，要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其实在接下来这些学生已经对教育部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了，好，谢谢。好，这一幕我们已经讨论非常多了啊，那我要跟我的问题还是来来，请你回来学代，对，来来，赶快，好，谢谢哈，我想高一大的这个部分，谢谢委员刚才的提醒哈，那也确实做了非常清楚的调查，也会把这个后续做处理，对外来做说明哈。我先听一下，嘿。
你可不可以承诺一件事情，在你把所谓的调查报告公布以前，过去怎么样哦，你是不是今天在这边有说谎，自然会有别的外部委员 跳出来了，这个我不需要我在这边讲，但是我现在是会请部长承诺一件事，正式的调查报告公布以前，给所有的外部委员请他们有表示意见的机会，这件事能不能做到？然后你之前去怪人家啦，他没来开会，所以他没看到，拢是人的不对啦，人家堂堂一个大学的大教授会不会去撒这种谎，自己没去开会还有脸说他跟你要然后你不给，这个我们事后都可以求证，但是程序正义上面我想这样的要求应该是很基本的，你可不可以承诺你最后要公布的，在公布以前让他们阅览而且有表示意见的机会？好了，这个、啊、这个没问题了，这个本来是委员，他当然有没有来开会他可以要资料啊，好、哦，没问题的。这部分没有问题。好，来。好，那针对刚才曾委员有提到、哦嗯、学贷、学贷的部分哈、哦，那确实目前我们也正在做这个，因为原来的学贷，我想曾委员过去都几次关心啊，我们在上一年、上一波也检讨过一次，也降下来哈、哦。那现在蔡总统在年底前啊，去年年底前有提到，那教育部也现在做这个检视，因为已经低到一个程度，应该是在三四月左右吧。好、哦，那另外对新南向的这些学校。我们确实像境外专班本来就有补助学校经费啦，只是因为它开班的形式不完全一样、哦、那这部分教育部在执行这一年后也确实会做他们实际上的检讨，但是绝对有支持学校这样的一个必要的这个经费，尤其这个产系专班资源的这个经费啊，应该足以让他们可以更来发展开好这个课程、哦、这个我想跟委员报告。那刚才刘委员也特别来提到一点啦、哦、因为我想对校长遴选确实最近从阳大到台大到私立学校，所以对整个遴选制度的检讨，教育部一定会来着手。那对于现在进行中，台大校长现在还在过程，那因为也确实外界有一些质疑，那阳大当时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教育部会去做要求哈、哦，在整个遴选委员会对这些质疑应该要去做厘清跟处理。现在台大因为有相关的这些意见跟见解进来哈、哦，教育部也正在处理这个程序。那我问一个问题就好，很简单，一分钟。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院长投票遴选结果，第一产生了，结果 校长都不批。好，你现在不必回答，你去关心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大家拢底下公报私仇哦，来，没有没有没有公报私仇，来来来，公平正义，不能讲公报私仇，公平正义私仇哪里有？没有啦，我觉得算审查。柯总招了，哇，这个来来来来来。这种事情哦、喔、啊，没有啦，这种事情哦、喔，说出来都要接受社会大众检验的，所以你讲都要小心讲哦、喔。然后第二个事情哦、喔，刚刚部长的意思，拜托我要再确认一下，因为台大校长遴选的这一个弊端，是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台大是我们学术界的龙头，出现这么丑陋的事情哦、喔，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处理清楚，好、喔。我知道院长说对于提案的时间，为了要去体恤我们院内的同仁去处理，有一些默契，这个我都尊重，我也完全可以了解。但是针对有一些重大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反映哦，在这一次整个预算的审查上，针对台大校长遴选的这个事情，部长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哦，包括台大为什么从人事室开始就隐匿管中敏担任独董的资料？这个台大人事室一定知道，为什么没有告诉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就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这一种刻意隐匿自己从大财团里面领取高额独董的人，有资格担任台大校长吗？这一些事情，教育部现在的处理是不是可以在这边直接做承诺？这些争议没有厘清以前，教育部绝对不会核定管中敏出任台大校校长的这去核定管中敏去出任台大校长，在这些所有的争议没有厘清以前，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以前，这件事情教育部绝对会先挡下来。因为我刚刚从部长里面的回答，我看不到这样子一个明确的决心跟态度出来。好，来，请说明。是我跟主席委员报告哈，我刚才也特别提到，
阳明大学因为在这个遴选的过程有资格代厘清的问题，我想它就是一个发生在之前。那之后确实教育部就是要请遴选委员会就这个实际上校长任用资格等等的去做这方面的确认。所以当时原来他预定要12月1号上任，但是也因为确实要把它厘清之后，教育部再去进行后面的核定。我想现在目前台大所进行的跟阳明大学的会是同样的程序，也不会因人而异、因校而异。所以这个部分啊，教育部现在就是在请学校在做厘清的这个过程。当然厘清一定要回复确实我们才会去做后面的程序了。所以时程各方面啊，我想一定还是要在厘清后去做后续的这个处理。我想这个是教育部在处理这边所持的态度跟过往的立场。不，这个就要看他厘清的速度嘛。好，我们回到第二幕啊。第二幕我要跟各位委员跟党团报告啊，我们第二幕所有的经费99%都是通案的奖补助会设备及投资，通案的部分都是通案哦。所以你减列2.04亿，400万。再加上通案减列，可能就要5-6亿以上了哦。所以委员会这个减列2亿，是不是能够删掉一通案处理？一般都这样子啦。好，这个要跟你们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通案表啊。第二幕，你看奖补助会啊，在第二幕的部分，高等教育它占97.1%哦，设备及投资就占2.2%。讲整个加起来就99.3%，剩下0.7%才是业务会。所以院长，我知道这个项目是。我采完之，我讲完，你再看看有没有道理嘛。但是冻结，你们可以冻结。好，我只是说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要减列这个两亿，未来通案它还是要减列，没有豁免权哦，那是加上去。但是冻结，因为冻结的数。哦，它的总预算是941亿啦。哦，如果我们冻结委员会9.2亿是1/10的哦。所以你现在加一加，1%。好，所以我们干脆啊，找一个冻结的数目，我们冻结30亿啦。他们大概6%左右了。好了，然后专案报告了，不要什么书面报告了。对，因为你们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有关于大学法部你要来专案报告，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切的。好，那就院长大学法专案报告了。大学法专案报告，有关大学法你们讲的修法要专案报告，修法64、66、69、77、80、97、109，但是我们冻结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哪一项，因为哪一项啊，就整个就是，但是你们针对要问的部分，教育部就是会做准备了。院长，但是哈，我觉得虽然在通案的部分，我们原则上都说我们最后再回头来一次，但是我觉得通案的部分表现好的部会，这个没有办法。院长，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今天大家这一轮讨论这么多。可见大家都对于教育部的高校司是有意见的。我知道有意见，没关系嘛。第一，我们回到，当然第一是尊重委员会，但是对于大家讨论这么久，有这么多的建议，还有包括有这么多觉得说在高教司的部分政策推动上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委员写了那么多建议，我知道了。我觉得预算上应该还是要去做一些处理，没关系。不是说动，因为冻结来专案报告一定会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警惕而已。我现在是但是在预算上要处理。李委员，我现在只是要提醒各位了啊、哦，如果你要删他的预算，我不反对，我只是要提醒教育部，如果你第二幕你减列2亿，通案不是不处理哦。通案如果假设是5%，他这边就要593，又要删减将近3-4亿左右，他就变减列6亿，都不是2亿哦。那我是回归说，这个99%都是通案，你不要减列，但是冻结可以冻结，看是要
这个刚才三十亿，然后请他做专案报告后使的动词，以前都是书面报告，他做专案报告。好了，我赞成院长这样的台词。因为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得知，而且哦，你三补助会这一些大学哦，高教的大学也会跳起来。就一通案啦，通案的那个三点数啦。看你们看，如果我这样才是各位没有意见，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99.9%哦，都是通案，都是奖补助会要补助高校的，所以我们那这那通案就会删了好几亿啦，绝对不会说是只有两亿啦，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啊？委员会简略的部分，我们依通案处理。好，依通案处理。好，但冻结三十亿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好，经委员会专案哦，专案哦，不是书面哦。好，那好，三十亿啊，来提一下哈，这个刚才关于这个台大校长里面呢，就全部总遴选的过程啊，好，这个参审这个遴选的委员跟这个候选之间利益冲突问题，以及遴选委员跟候选，那就专案报告里面要讲的。不，我们是提说哈，是不是各党团都觉得这有问题嘛？那部长这边也提说他们要去厘清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推一个决议文，各党团大家都来支持？哦，没有厘清之前，教育部不可以核定哦，因为这里面可能有失格的问题哦。好，你们如果他没有把他的提出来，私下大家讨论一下，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你写一下，写。如果大家支持的话，我们就提，然后大家各党团来签。我想教育部也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处理。好，那我先宣布啊、我先宣布啊、第二幕啊啊、简略的部分委员会这个先把它啊、这个取消，但依通案处理，通案简略处理，一定会超过两亿啦。一通案简略处理。院长，第一，我刚才的原则是尊重委员会。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到时候通案的时候再处理，因为这是后来我就没有再喊说要再追加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在高教大家提出。那你高教就是我简单讲，高教就是少两亿的补助会哦。对，没有错。对，本来问题都是在高教，没关系，我就不要通案，好，我不要通。那这样子哦，那这样子。那各党团的意见呢？我没有意见嘛。怎么样？但是不是说这两亿里面删了哦，通案就不处理，没有这么一回事哦。通案还是处理哦。通案还是处理。好了，不然这样子了，简历一亿了，那剩下通案了，依通案办理。好了，院长，我们都尊重委员会，这是委员会审出来，还是这个招委还是民进党自己的？因为委员会当时不知道哪里是有通案嘛。委员会也不知道说未来、如果委员会知道哪一项是有通案，你们就会斟酌嘛。我没有意见啦，这个是怕大学会不会大家，因为这个都是在实况转播，那大学会不会觉得我们刻意在删他们的预算？你们。各自啊、如果坚持，我们也不反对啦。你们看看怎么样？拜托各党团支持刚才主席所做的决议啦。就是、因为我知道这通案一定会删蛮多的啦。因为通案，李委这个你很清楚，到最后是怎么处理通案，你会很清楚啦。这个一定会删蛮多的哦、喔。我们还有专案报告嘛？还有那个对啊，這會刪很多还有冻结三十亿要做专案报告，这个就可以凸显了。都在讨论高教的问题，凸显高教很重要，也需要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检讨嘛。专案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畅所欲言啊。我看通案会删蛮多的，会超过五亿以上啊。一趴就九亿啊，他至少。院长还是回到委员会。院长，我们很少这样子做坚持，像院长一路上审议下来，我们都很少。委员会好，委员会中心主义啊，委员会删的啦，所以就尊重委员会了这个部分。院长，我们一路下来没有意见啊，原则上都很尊重。通案的部分呢，他还是要检啊，通案他们会自行去调整啊。那回到通案，主计长就高教的部分少处理一点，他自己一个一个不行，不可能啦，不可能啦，通案的部分不可能啦，就不可能啦。通案是绝对是一致的，通案只要小于委员会，那这我们就尊重委员会。我们在审通案高于委员会，就通案处理。院长，我们在就是讲说层级高的问题嘛。既然审下来通案，就让他们去调了啦。把通案是通案调了，所以我现在只是要告诉各党团，你现在简略的是通案的部分，那。
通案还是要照比例去删哦。940亿，如果是3%的话，就20几亿了。几亿？3%？没有，那个院长。院长，院长，以前其实在审预算的时候也是有，没有，以前在审预算的时候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曾经也有排除条款。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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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2年都没有没有没有。那以前有啊。不，以前是以前到以前是没有公开透明，到最后大家党团的决议。不能讲以前没有公开透明了，这个好，移民委你也是新进来的啦，你是新进来的，我们讲话哦，我们都对外面负责，这是实况转播了哦。我是要告诉你，做18年的，我是要告诉各位党团。通案处理是没有豁免权的哦，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现在完全没，因为如果拿你这个委员要豁免，那个委员会的委员也都要豁免，到最后并没有通案，把这个很清楚了。遵照刚刚这样的，就照委员会这样走了，然后通案那边的话，就让他们受，就本来就是这样子来留啊。好，好，那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意见了啊、哦。好了，好了。尊重委员会啦，其他让他们自行调整啦。不，不行，没有排除的，没有通案，没有排，绝对没有排，没有，不可能通案排除。主席，我想这样子啦，没有问题啦，我们照委员会审查的结果啦，也尊重我们通案的这个三姐。好，那对，那这样就 OK。好，好，那这样子啦，哦，这个第二幕啦，哦，减列2亿400万。那通案的部分还是以通案处理的啊、哦。那冻结30亿，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哎，可不可以？好，来第三幕，114到121，114哦，这个委员会处理是冻结2000万，然后117撤案，照案通过的121，大家看121。大家换到121啊、哦，这样121是冻结2000万啊、哦，冻结2000万，冻结2000万，121是冻结2000万，对吗啊、哦？然后改冻结的116是谁的案子？我看116。赖世宝委员，他是冻结500万，对，500万，然后118是也是赖世宝委员的，是冻结100万，所以这边这样就冻结2600万，对，那加上委员会处理2000万就4600万，那第三幕就冻结46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那主决议的部分是114改主决议，你们同不同意？114，遵照办理。115改主决议，遵照办理。119改主决议，遵照办理。128改主决议，120是遵照办理。好，那第三幕。我们就冻结46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来第四幕，第四幕12委员会冻结500万，然后来12从121吧，第四幕，第122案，终身教育减列4892万6000元，第123案，冻结3亿元，第124案，终身教育行政及督导同意改减列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25案，同意改冻结100万元。第126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27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28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29案本国语言文字标准订定与推广同意改冻结20分之1，130案建立终身学习推动组织同意改冻结20分之1，第131案并通案处理，第132案
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行政及推展，同意改冻结100万元。宣读完毕。好，第四幕哦，我们简略的部分有124案，是简略30万呐、啊、哦，那131案。131案是通案啦、啊、哦，那我们这个简略30万要不要简略？我看30万就撤案了啦。第124，江海信的、啊，然后科目自行调整，简略30万，30万、这个不要，这撤案了啊、哦，这个不要。好，那121嘛，124简略的部分。124我们是撤案，131制造通案处理了哦。那改冻结改书面的有125，来125多少？100万，129多少？改冻结的、啊、动多少？5500万加100，5600万。1301/20，130是谁？陈一鸣。一鸣，我们不要冻结到二十啦，冻结1/10啦，因为我们1/20啦。1/20更是1/10啦，1/20哦，对对对，我以为是，我哦不，1/20是5啦，5%啦哦。好，5%啦，5%多少？得下了。哦，哇！林母姐头壳拢花。230万。哎，院长，你比我还狠呢。哇，我等多还就我还叫你别动手，1/5啦，哈哈。5%。129案是550万。啊，1/20。对了，1/20550万。好。啊，130嘞。2300万，我们就稳住不取。好啊，132嘞。100啊。冻结。好，那这样全部加起来。改书125、129、130、132冻结多少？3500万。那加上委员会冻结500，就冻结4000万了啊、哦！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可以了，可以，他可以解冻啊。好，可以解冻，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好，好，那改主决126同不同意？遵事办理。好，127遵事办理。128。遵事办理。好，那这个案就照主决议修正通过啊、哦。来，第五幕。第五幕，第133案学务与辅导简列2000万元。第133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35案冻结2000万元。第136案撤案。第137案学生事务与特殊教育行政及督导同意改冻结100万元。第138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39案，校园安全维护与防治学生药物滥用，同意改冻结1/20。第140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41案，校园安全维护与防治学生药物滥用，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142案，同意改冻结1/10，专案改书面。第143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44案，办理防治学生药物滥用，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加专案报告。第145案同意改主决议，宣读完毕。好，我先来处理136案撤案，好，我们就撤案啊、哦。来，主决议134案，遵事办理。138案，遵事办理。140案，遵事办理。143案，遵事办理。145案，遵事办理。好，主决议的部分就修正主决议，然后照案通过。那么。冻结书面的部分137案是多少？100万。139案多少？650万。啊，141案。1000万。142案。1300万。加起来多少？3500万。50万。3050万。那专案的部分呢？专案1000万。专案的1000万。这1000万是140案是什么专案？140，药物滥用，你们这个要来，这个是不是144案的专案的部分啊、哦，并前面的专案报告来一并
做报告了，好不好？可不可以这样哦？不，你为一个药物，好、哦，好，那来这样就冻结4050万嘛，哦，4050万了，哦，那133是3减2000万，我看这个撤案了、啊、哈，3减2000万，这个也都是奖补助会呢，哎、欸，老大，这是第五幕是，我看一下第五幕，我读给你听哦，第五幕的，第高等叫第五幕写，83.5是奖补助会，投资设备是3，总共哦，奖补助会是86。还有一个多少？哦，委办费是11，那奖98.1奖补助是通案的。这个是这样子了哈。好，来，这两个层次了哈。第一个，刚刚院长讲的就是校园的这个毒品的问题了哈。头前讲的迄个了哈。对。杜阿公也哎，还有专案报告啊。那个哈，那个可以并案做一个专案报告。没有问题。这个我同意了，因为校园毒品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哦，而且要教育部这边哦，针对这个病案，然后好好做一个专案报告，这个原则没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奖补助这个哦，这个是最主要是在于他的学务辅导里面哦，现在校园的这个针对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性平教育哦，现在性平教育这边哦，我们也接受到很多家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诉哦。那你在性平教育上面，在如何的教导上面，跟这个儿童在他的适龄哦，有他的一定的落差。有的学生已经 over 过他的该当年龄该接受的所谓的性平教育的这样的范围了。那最主要这一条，最主要是要提醒教育部这边是说。其实，在性平教育上面，你必须要看他的年龄上面如何来做一个，而不是说以偏概全的哦。这个方式，这个讲真的，现在很多的家长的投诉，针对这个区块是非常多了，所以才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来，而不是说今天是当然他的科目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他重点是在摆在这个地方。哦，院长最主要是安内了。你要减内多少？没关系嘛。现在看看教育部这边，你们呢？跟主席还有总召这边报告，我想这个经费因为本来规模就不大哈、哦，啊也确实在推动相关学务跟辅导这个事情也是学校里面的重点工作。如果总召这边关心，我想性平教材的这部分，我们确实都有组成专案小组在逐一的透过一些反映的意见来做检视了哈、哦，就是、说适龄的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这个？如果采取部分冻结，但是不要再减列这个费用、啊、不然这样子了就改冻结了。好，哦、改冻结，然后再做个书面报告好了。好了，1000万了。好，那这样子哦，这样子，总共哦，提出冻结的有8100万呐、啊。8100万，那加上委员会的900万就9000万了。刚刚只有4000多万，4050。来总结一下。不是书面跟专案，他哦，对对对对，4050万，对了，加1000万就5050万，对，5950万呢、啊？啊，他又要加900嘛？那就这样了，好，冻结5000万呐、啊。啊，但是这个。你这个专案报告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哦、就是科委员跟就并前面的专案报告一并处理啦，啊你好不好，那就是你就是科资源委员啦、啊、不是他的啦，我记你我不记啊，他没有提案啦啊、哦、那个好，第五幕冻结5000万啦啊、哦，然后啊、那个啊、这个病啊、第二幕啊、相关的议题啊、请教育部提专案报告后了
啊，使得动之啦，哈、啊，这个没问题，反正两个一并啦，啊，好，就一并啦，啊，第一幕、第五幕，来，现在进行第六幕，这冻结5000万啦，啊，不减列哦，哈、啊，来第六幕，第六幕，第146案同意改组决议，第147案网络学习发展计划同意改冻结20%，第148案资讯系统及网站维运业务同意改冻结10%，第149案偏乡数位应用推动计划同意改冻结20%，第150案同意改组决议，第151案科技教育计划同意改冻结2000万元，第152案同意改组决议，第153案撤案，第154案国际及两岸教育交流减列72,900,000元冻结1495,900,000元。第155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56案吸引国际学生来台就学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157案同意改主决议，宣读完毕。好，来第六幕啊、哦，大家看一下啊、哦，第146到157撤案的有153，那主决议有146、150、152、155、157，这个你们有没有哪一案有意见？跟主席报告，遵事办。好，那主决议就修正通过主决议啊、哦，就修正通过。那冻结改书面的有147、148、149、151、156，总共147多少？147,650。650，没有一四八。这个改主决议那个文在哪里、啊？一弄款，一弄款。啊，都在这里面都有。有。后面这个很好、哦，都有哈。的一页附一阿表的是主决议，然后149多少？1050啊，148嘞？148，1200万。1200万啊，151。151，改2000万。啊啊，156。156，500万。啊，加起来多少？5550万。5550，好，这是冻结，然后我要冻1000，就6550啊。6550，好，那154是谁的案？这个撤案了啦，这个冻结1000多，1494，这个更少了。好，154撤了啊，那其他的啊，我们这样子的。院长，来，我的部分，你的部分都通过了、啊。154是不是？那154不是你的啊？154是我的。哦，是你的哦，来，是我的。好、哦，来154，来您说。院长，因为我知道这一笔费用哦，在委员会里面是并着新南向他们委员会一起冻结，但是这就是我前几个委员会我都一直在提醒主计长，我希望新南向政策有一个 KPI 的标准，让我去了解，就是说每一年新南向我们编了那么多的经费。但是到底实施的状况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这笔经费里面有牵扯到金南向，是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有国际跟两岸教育交流的经费，那你又再挂一个新南向上去，所以这样的情形在各部会编列的状况非常非常多，在我社福未还也有，已经都是历年来例行性编列的经费，然后挂一个新南向，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评估出来我们整体从蔡总统到行政院所重视的新南向，因为总统所喊的重视，行政院的推动，那到底增加了多少的实质的效益出来？这就是我要提醒主计长的地方。那我今天提出这笔预算，我知道它不只是新南向，因为它有牵扯到其他，所以院长，这笔费用我可以尊重委员会并着新南向的费用一起冻结，但是针对于教委会的新南向，我认为应该要单独提出一个专案报告，而不是用书面来去做处理。新南向政策该讲清楚 ，OK 啦，我们也支持啊。好，那第六幕哈，冻结少一点啦。我稍微补充一下哈，来，因为我觉得你们新南向的政策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们必须要好，就是让愿意招收的这些学校，好，他们的国际化的部分应该要协助他们嘛，对不对？那过去几年来，你们的这个两岸国际教育国际的师，好、哦，在
在处理这一个这个国际化的评比的时候，那这件事情我也有跟你们的司长一直在沟通，就是说你花了这么多钱，你希望能够增加这个通过国际化的这个通过的加速，三年下来花了这么多钱通过两家，就是只有淡江大学跟交通大学，那连台大、阳明、高一、北一都通过不了，那连顶尖大学通过，清华也通过不了，那你显然你这样子的一个执行的率是有问题的。今天你们在做这个要让这个学校国际化，然后你做个评比，三年下来通过两家，我告诉你，你们这个司长难怪现在下台。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没有持续性的去做这个方案？好的方案应该持续去做，通过的加速增加是让你的网站上面有推荐嘛？推荐这个东西，学校已经被教育部认证了，说是有国际化，然后之后当然他在招收学生方面，他才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建议了，实际的建议就是，你应该持续的推动这个认证，让更多的国内的这些大专院校有被你认证，哪一个项目没过，你应该辅导，然后让他过啊。结果你不是，你的方式是只要必要条件的一项没过，你就给他刷掉。所以难怪三年半下来成效不佳，只有两个大学通过你这国际化的评比。我们现在主席长坐在这边，我要讲，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好，这应该要处理而没有处理，好。不要讲别的，连台大都没有办法被你评比说国际化认证，清华也没有，成大也没有，通过的是淡江跟交大就两个学校，这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像这样子的方案应该持续的推动，而且应该让可以过的，你应该是要辅导后没过的项目让他过嘛，这也是我一直在沟通的部分。那最后我要讲哦，你们一些技职体系的学校也想要做，想要参与，可是你们都用什么说什么是那个什么招生率太低，那这个其实是鸡生蛋蛋生鸡。你们招生率低，只用本国籍的学生招生，你们不用去算他外国籍学生的招生，或者是境外生，包括是陆生的招生。那其实在招生率部分，你不就是要帮助他们吗？那是你招生率又只有算本国籍的学生，所以在算法上面哈，我希望你们应该要稍微 modify 一下。好，要上，谢谢。好，那么大家大概都有一些指示，再请教育部这方面啊医委员的指示啊，看怎么样来参酌办理。那么第六目的部分啊，委员会冻结1000万，那现在增加冻结5000万，提书面，总共冻结60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因为这个没有人有说特别要求来召唤报告，所以因为大家的改好，那该主决议的部分就全部通过。对，院长，我要专案报告新南向。那新南向就并前面的好了啦。买了，院长，不要并。你为了一个新南向1000万，然后来做一个招。院长，新南向这其实很重要，没关系，尊重他们招委会安排。我的意思说，就对了，你写专办，你写专报，不要写。好，那自己会处理。这里面的154案哦，哦1000万啊、哦，我们提并前面的专案报告，那剩下的。哦，其他的目里面的节，哦，其他的节我们就提书面报告后，哦5000万，好、哦，然后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好、哦，安尼有清楚不？院长专报，你拄仔毋是答应我讲专报？啊，都1000万，你的南向专案报告嘛，那其他的没有必要的5000万，我们就给他提书面报告，好、哦、，OK。这样很清楚啊、哦，清楚哈、哦，好，就是那个第154案呐、啊，动1000万呐啊，154案的部分，现在动1000万，加专案报告啊，剩下的5000万啊、哦，提书面报告哈、哦，来第七目158案啊、哦，委员会处理的这冻结9亿元。那158案，大家看一下。来，158来，怎么样？冻结多少？9亿，全冻了，都。这个委员会也接受，也通过了嘛，对不对？那教育部这边也接受。好、哦，
好，那这个就以后这个议题一定是大议题了，所以专案报告也不为过了。好，对对，但是要快哦。这个是法刑，还要修法。对啊，审法要通过。有法院才能通过。对呀、啊，没有法院没有办法动。好，那等一好，等一下，好，你好，来，好，第七幕哦，我们就依委员会处理的结果办理了哈。好，然后主决议159-175，你们159-161-163、165-169、171-175这些案子，你们都没有意见嘛哈？都讨论过，正式办理。那160、164、170是文字修正通过，是不是？你们有修有看了哈？有做修正了嘛？好，好，那这样就文字修正通过的有160、164、170，那照案通过的159、161-163、165-169、171-175，那现在有175-1、175-2、175-1在哪里？这些都是新增的。新增的哦，175-1呢？底下有编在这里。175-1，你那个看一下，教育部看一下哦。175-1，李彦秀委员的哦，就是原请教育部三个月内提送研议补助各级学校装冷气所需经费。冷凝体啊。必利于少子化社会之进。怎么样？你们这个提案怎么样？研究了。跟主席研议啦，他只是叫你研议啦。跟主席报告，有跟李委员报告过，有修正几个字，就是请送研议补助各级学校安装冷气。啊，对啊，我刚才念的就是这个啊。还有一个相关分析报告，委员要我们增列这几个字。要写在哪里？所需经费之相关分析报告。之分析报告啊，你们觉得分析报告可不可以？是配合办理。好，那这个修正文字分析报告好，文字通过。那另外175-2在哪里？在这里。连续委员的啊、哦，这个有没有问题？主席报告，如果依照刚才修正的文字，这175-2哦。连续了。好，这部分可以正式办理。好，那175-2就通过了啊、哦。可以分析报告。我看李彦秀委员部长给你很大的面子呢。那还有黄国昌委员来练一下。这不会练了。哪一个？175-3，175-3。好，我们就编号175-3来。有鉴于台大校长遴选过程所出现之弊端，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兹要求教育部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查之结果。在相关争议未厘清前，教育部不得进行核定台大校长之出任名单。提案人时代力量党团宣读完毕。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刚才那个我们的干事长哈、啊，先提过嘛哈、啊。那本党会自己一个文字比较完整的版本，我们各提就好了。啊。好，那我们就保留了哈，保留没有关系的。好，保留了，好，这个先保留，但是看能不能整合了。好，这最后会再回来。没有关系的，好，他提一个，我们提一个，没有关系。好，那就保留。啊，175-3，共襄盛举啊。三保留。你看啊，好，呵，好，那175-3保留。来，我们进入啊，教育部及所属公民。及学前教育署、国教署来。从176开始，176是赖委员的。好，撤案哦。哎，176，国教署。保留啊、哦，那是保的。好，那这个国教署的部分，因为是牵涉到中小学，我们就在对于赖委员这一案，我们就撤案了。啊，是啊。现在开始碰到赖委员，全部撤案啊。不是不是不是，
教国教署，国教署哈，因为国教署牵涉到中小学，对对对，这些补助，国教署好，我们强调。哦，你们真的很敏感。有选择性争议的对吧？来177，那就撤，顺便撤了啦哈。177、176、177撤。来第一幕，没178、179、179撤案，178改冻结多少？100万提书面报告。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178的修，就是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来第二幕181，洪军，洪军，哎，先读一下，因为二181，哎，来，第二幕来，第二幕第180案，国民及学前教育行政及督导改同意改冻结200万元，第181案，高级中等学校教育减列1000万元，第182案，高级中等学校教育冻结1/10，第183案。高级中等学校教育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184案并通案处理，第185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86案撤案，第187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88案撤案，第189案撤案，第190案，推动创新制造教育计划同意改冻结委办费500万元，第191案撤案，第192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93案。子计划41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194案同意改主决议，第195案，国民中小学教育冻结1/10，第196案撤案，第197案撤案，第198案撤案，第199案并通案处理，第200案，国民中小学设施检整建与建设备充实、校舍耐震能力评估及补强等经费，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201案撤案，第202案，办理补救教学实施方案，同意改冻结1000万元，第203案撤案，第204案同意改主决议，第205案学前教育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206案改主决议，第207案同意改主决议，第208案同意改主决议，第209案。学生事务与校园安全及卫生教育同意改冻结500万元，第210案，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教学与训辅辅助同意改冻结200万元。宣读完毕。好，我们跟各党团报告啊，教育部审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一个小时，让大家用餐了啊。那不要部长，我们这样中断啊，这个后面也没有多少的啊。好，来，那个第二幕啊，委员会是冻结1500万，那186、188、189、191、196、197、198、201、203撤案，这个我们就确定。改组决议的部分，185、187、192、194、204、207、208，请问教育部针对改组决议修正改组决议的部分，有没有哪一个案子有问题？遵事办理。好，那这个就修正通过啊。那现在冻结改书面的有180，180来多少？200。183。500。哈？183。500。190。1000。哪一种？500。可是委办，所以就不处理。不予处理。委办是通案啊。通案。嘛。委办那190就撤案了啊、哦！来193，500万，199，6万，啊，这个199那就撤案了啊、哦！来200，500万，202，1000万，205，500，209，500万，210，200。来，那总共多少？3900万、哦、这个是哦，冻结改书面了哦，冻改了哦。那来，我们来看181，来181，请洪金兄。其实181最主要
是针对这个课纲审议大会的时候啊，像这种文言文的比例哦、啊，反反复复的哦、啊，其实这个我们讲真的哦、啊，现在你说教育部找律师来，他的为他的程序背书，学生代表又没有节制的对外发言哦、啊，这个其实在审查期间，教育部必须要有一个作为嘛。那你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审查的过程里面啊，特别是文言文的比例上面究竟是如何，应该是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上面来做一个论述啊。最主要它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啊。哦，那如果教育部不同意的话，我是建议这一条就留着来表决好了。嗯，好，那个181保留，那182。冻结十分之一是不是就纳入这个3900万里面的啦？这一条最主要就是说，在建教合作，特别是说对于这个高职的学生哦，其实他们对这种法令并不是很清楚哦。那站在教育部的角度上面哦，对这些学生，他们在建教合作上面，他们该有的基本的权益哦，更应该要去积极的去来捍卫他们才对。其实他的最主要的本质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哦，是也是要让教育部能够更清楚、更了解。啊，你这个冻结怎么样？要不要撤？好，撤案呐、啊，十分之一很多。应该是针对那个建教合作的部分了、啊，因为这212亿太多了，十分之一太多了。嘿，十分之一就。十分之一就有200多亿嘞，对对对对，20亿嘞，买啦。他应该是针对建教合作的部分啦。那我是觉得那个可以改主决议的方式或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你还呐？要求改主决议，182。这一条我可以改主决议。好，改主决议。182改主决议，那赶快那个教育部跟啊主决议写一下。这我们也很关心。那主决议通过啊，然后195。委员，那个洪金委员，195是那个主决议，195是冻结5000万，提书面报告。这个、OK、好啦，冻、OK、结5000万，不要紧啦。来，然后206。206是国昌委员。你是要冻结多少？1500万。哦，该主决议。哦，该主决议了啊。195。哦，对。206该主决议了啊。好，来，该主决议通过。206该主决议通过啊。好，那我们冻结数啊，委员会是1500，那国民党党团提3900万的冻结，那亲民党党团提5000万。这样总共加起来多少？1.04亿。然后好，第二幕冻结1.04亿，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其他改修正改主决议的全数通过哦。好，来第四幕。第四幕只有一个案。第四幕没。211。换到211，改冻结，没211来，211是冻结多少？200万。好，211第四幕冻结2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好，现在换到提议署。好，冻结通过了哈、哦。好，那个院长，关于那个国教署哈。哦，我们有一个主角已经发下来的，就是、来，赶快，稍微念一下，那等国教署再留一下，好，来，赶快，这个很单纯了、啊，这个就是说，有鉴于少子化已成台湾必须严肃面对的国安议题，为使年轻父母能够安心生育下一代，原建请教育部研拟幼儿义务教育往下延伸至3岁之可行性方案，以使幼儿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减轻家长的负担。好，就是义务教育可以往前延伸3年，从3岁
就延议。好，延你好，可以的，出来吗？谢谢。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延你可以了，连延议都做不到的话，可以的，可以的。少子化就是假。当然，本来就要检讨义务教育的这个可以的，可以的。那这个就变成三岁啊，好，第二一一之一了啊，二一之一。好，那这个就通过，二一之一通过。谢谢。来提议署，来来，院长要不要先休息？就是、不了，我们教育部结束，我们就休息一个小时吃饭。相关争议非常多，没关系，那我们再休息一个小时再吃饭。啊，不，你这么教育部就把它搞完了，我们再休息。院长，如果目标吼是要教育部弄完以后才要休息的话，一个小时。刚刚永明的建议啦，是说买便当，恐怕弄不完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吼，是不是中午啊？先休息半小时也好，一小时也好，让大家用个餐，再回来处理体育署的事情。永明这个建议吼是合理的啦，因为你先休息半小时或一小时，好，来处理体育署的事。那体育署的事情不想要搞到下午一点。好，再讲不好了，我也录不了。十二点半。好，十二点半了。啊，但是咱无准备便当呢。家己去宿舍。我尊重各位，十二点半，好，十二点半休息三十分钟，无对嘛？这恁爱输人家己发落啊！哦，因为我头去本队是安生中，后尾要睏一点钟啦啊！所以当地委还没有办法找食物，我不相信啊。好，三十分了啊，好。谢谢院长，谢谢。体育署放到交通后面再处理啊。回来，回来，买你买活动招拢到了，不要了，不要让部长照程序来。照程序了。啊，对对，停下去了。要去不？体育署的就外面拍出去。我的公务，放你过来。十二点半。我放你过来。我放你过来。十二点半呐，十二点半呐，地点噶。因为下午早一点审完，早一点休息都一样了。现在爸爸在大树赢了。李委员，哎，咱体育组放到教育后面，那交通后面了。那没改，一样要面对，一样要面对了。